张老师，你认识你一个学务主任。哦。主任哎、欸。这么叹气。这么帅，对呀、啊，叹什么气呢？真的很难念。是不一样，多不一样的主任让你觉得这么难念。其实我刚上完剧本，老师就有看说、哦，第一次见到他，老师跟他说我要去主任。这么辛苦？不是，是那种、角色的那个遭遇嘛。遭遇，但是还没有透露。对对对。是，哇，那你的对手戏呢？跟谁？星星。星星，哦、星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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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星叶星辰。你是演那个龙主任小江老师。你也是演老师？对。哇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么有演戏啊！校园里面的感觉才差太多了吧？所以两个都演学校有感情戏的一对老师。他算新来的老师了、啊，那我在学校已经十几年了。是哦，就看到新进的美丽妙龄的女教师，就把她揽为己有这样子。你在笑什么？没有，我应该没人情色。不过你先生，你是跟怎么笑的？你跟古璐在演对手戏的时候很紧张，有没有感觉到她发出一点电力？因为这样看她的时候。我记得有一场戏是。古璐哥跟我告白的戏，然后我面对面，然后我可以感受到他非常诚恳的眼神。是，怎么样诚恳？要不要现在互看一下？那你会被电到，来看一下，再看一次。对，我觉得真的，果然这是已经成家的男生了。我觉得他现在不敢发电哎、我完全感觉到你背后有一股力量在。我也是觉得说，可以给台湾观众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剧情。然后演员的表演也会很不一样啊！我自己是演得很想吐啊，真的。我们在现场真的好想吐，我刚才跟老师说，我真的好不舒服。这是最烦的哪一个部分？就是不能讲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弟老师会写这个剧本出来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就好不舒服，对不起。然后我只要一出门，然后。我女儿现在会比较会撒娇了，然后她就会抱着我，不想让我出去，然后我就跟她说，其实我也很不想去。